为了解决墓地不足的问题，雪州政府在浦总十四英里新村兴建火化场，为民众提供年宜的火化服务。但新村村民在动土后偏偏开始投诉政府，反对火化场的兴建。哦，就是说如果现在是一个公众的，就是说可能每天都有进进出出，都有东西来烧，都有那个尸体来烧，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活，就是说我们进进出出啊。你说我们华人也是很搬档的嘛。我们住了这里几十年了，我今年44岁，住到44年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政府是什么政府来的啊？要同意我们居民，要问过我们先嘛，是不是？为了查明事情的前因后果，走访了雪州行政议员刘天球和村民之间后，得到的结果是双方都各有各说。雪州行政议员刘天球表示，政府动土已经半年了，他不明白村民为何半年后才来抗议，才来反对这项兴建。刘天球在接受访问时一直强调，火化场兴建地点离住家和学校都有一段的距离，但当记者到墓地地时，发现火化场和住家相隔不到30尺。那边的是因为是 MBA 街了，像他们就说那个地方是因为是原本已经是火化场，而且是用那种非常不太符合卫生的方式，旧的方式，就是用柴来烧的。而且他们又找到看到那个地方有个空地，在坟场里面的，在坟地里面的，所以觉得很适合，又是政府的地，所以就建在那边了。我相信你们看了那个地点之后啊，自己会有心里有数了。他所谓的学校啊、住家、啊、全部都有一段距离的，更何况这个是没有味道的，没有烟的。他也离开学校啊、民居啊各方面啊都有一段的距离。马来西亚并没有关于兴建火化场的法令，但根据英国火葬法第5条，除了物主以书面形式同意，否则规定兴建火葬场地点不得接近任何住宅200码。火葬场场地的入口和出口必须经过周密计划，应避免在靠近学校、工厂等等，出入口也不应设在主要道路。有一所华小、汉明华小、浦总十四英里丹米尔华小，跟着浦总十四英里国小，跟着还有浦总十四里国中，还有浦总十四里这个阿斯科拉甘吗？我们不是这么多人死啊，每天。那反对的人讲到好像是说，哇，川流不息这样，天天有人死，天天有人弄到水泄不通，没有这样的事情了。村民已经致函给市议会、浦总国会议员和州议员以及房屋部，他们都表示自己不会反对兴建火化场，只是是否可以选择更好的地点。至于刘天球议员也表示自己还未接到任何投诉。So because of this crematorium, it will affect a lot of people's livelihood, and also all those people's, the children, because the school and a lot of these residents is now a new residents coming up. So it's a humming school, and also with few of those Kebangsaan school. So our view is to do not build this crematorium here, please the government.